15秒了。瓜子这种东西越吃越好吃。这是有一个吗？炸嘴。对，你在浪。慢慢，你可不可以啊？几秒？还有30秒。现在有8个了。还有。还要10个。加油。不是30秒吗？时间到了。喂。麻烦小心。时间到。总共几个？8个，刚这里还有2个，是8个，差距很远。这里还有一个，还蛮远。到30个太夸张了，这个它会疯癫掉。对，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，苦茶伺候。苦茶没有别的吗？真的很难哎，你不觉得很难？你们贱。两个人，你这个形同是废的，都是你啦，慢慢。你刚刚弄几个？你刚刚自己选错人了啦，换啦！你是妈妈取的快快嘛？没办法，慢慢你要负责啊。姐姐喝一半，喝一半再给姐姐喝。姐姐，哥哥啦，哥什么时候去当兵了？过完年了哦。他收兵单了，我们公司最近在处理。慢慢，快快，慢慢为了报答你那个，有没有？报答你那个啃瓜子之仇，这样。哎呦，他觉得很内疚啊，他很内疚啊。慢慢，好一个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有担当哦。希望你新的一年能够否极泰来哦。史上最恐怖的人间水饺机出现喽！水饺机有没有？膝盖着地在吃。平常在家有练吗？美女美女 ，Happy Go Go Go！ 好烂哦，烂的。六。六。金玉满堂。金玉满堂游戏规则：两人需同心协力，共同吃掉一个芥末车轮饼，即可过关了。我真的觉得你们真的是过年呢，大家好朋友嘛，干嘛这样好玩呢？都是，好惨哦！他是青草酱吧？我挤进去的，看了就觉得好痛苦。好，请吃，享用吧。不要用鼻子呼吸，用嘴巴呼吸。直接就惩罚。用嘴巴吐气呼吸哈，不要用鼻子哦。鸡排塔塔、穷的 Hebe 还有小优吃的都快飙泪了。算你们有够敬业的精神哎！恭喜发财，恭喜！我不希望我太倒霉。哦，招财进宝，招财进宝，招财进宝。游戏规则：限时1分钟之内吃完饺子，寻找1元的硬币，若没有完成，苦茶伺候。计时开始，要吃，赶快，很好吃的，小心不要把它吞下去哦。感觉 Selina 很喜欢食物的感觉呢。加油啊！是他一语，一块钱发出来哦。像哦，太恶了吧！两个好像，吃啊！是吧 ？Selina 吃东西的位置，感觉有训练有素呢。好好吃啊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妈妈知道硬币。脚步啊，感觉真的是训练有素。你平常在师大餐厅的时候是不是在那边练？跪着在那边。还有这水饺还蛮好吃的。找到啦，恭喜不要自杀。我们的 Selina 真是 lucky 哎，终于不用再苦茶伺候喽，不愧是人间水饺机哎。Selina 唱片大卖 ，Happy Go！ 六，比较快了啊。2、3、4、6。
龙马精神。龙马精神，在岩壁上涂上绿油精，保证你精神百倍，新年有新气象哦。老师家，你有试过涂绿油精吗？没有，是什么东西？那个对身体有益气势。我想哭可是哭不出来，董事长你欲哭无泪吧。新的一年祝你神采奕奕哦。龙的龙的黑皮狗，我机会耶，红包大丰收，一人一包，一人一包，一人一包，你们没出息的，你在那边我不管呐！不能偷看，给你一人呐！你们收到是什么？2000！ 你正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哎！电视机前的小朋友千万不能学哦！这样的比手画脚竟然也猜得出来？那个两个字。50秒，接受，发射！美女，美女 ，Happy Go！ 他已经过了那个。哦。年年有余。年年有余，恭喜我们的 Hebe 组获得高级乌鱼子一份哦，真是好运旺旺来哎！年年有余，恭喜获得高级乌鱼子一份。谢谢。赚到感觉。吃的美食啊，夹在一起吃这样，啊，好想吃哦，很好吃。过年要吃乌鱼子，对。还有呢？还有那个元宝啊、水饺之类的。还有呢？不是很清楚。对。恭喜下一组。恭喜发财 ，Happy Go！ 拜托。四。四什么？红包大放送。第一时间选择。2229。好。我觉得我应该抽到一块钱吧。什么？10元红包。讲出来。50元红包。来，小 U。一袋金币。1元。哎呦，很认真啊 ，Sorry。1元。不错，至少都有东西啦。恭喜，下一组。唱片大卖。更新游戏规则说明，一分钟之内比手画脚，需答对5题才可以过关哦。快来进行游戏吧！好，计时开始。第一个字是在，是这样子是什么意思？对，然后后面两，第三个、第四个字是恭喜，升官发财。然后第一个字是这样，20秒。你在做什么？不是，人家的东西你。然后这是。对。抢头什么？抢头。30秒。什么？抢头不臭，很。臭的相反。不臭。抢头香。对。然后。40秒。OK， 5个字，这个是不是猫？第一个字。对。狗。狗年行大运。对哦。50秒。是什么？他们现在很出名，很哎，很一，很出名。猜到了吗？时间到。五个字。跟动物有关系，赶快给他提机会，跟动物有关系。第五个字是。走。然后呢？现在很棒。当罗大子鸡。没有。刚才3、4题。苦茶伺候。来，请喝苦茶。他现在已经要像湿了，不要做那个东西。
真是倒霉的三姐妹，有着永远喝不完的苦茶，加油吧三位！下一个，Pong Pong No Happy Go， 怎么样？那个大人三，万象更新，万象更新，规则说明：一分钟之内比手画脚，需答对五题即可过关哦。下一个，很想四个字，五四三二一，然后当前。哦东西掉到地上会怎样？吃的平安。对。然后那个，有时候六七月的时候会刮什么台什么台风。然后第一个就是台风啊，对。然后那个下什么？下什么？风雨风雨交加。不是吉祥话。风雨三十秒。风雨顺遂有顺势，对。风调雨顺。能在指定的时间内顺利的完成任务吗？而这四组谁能获得胜利呢？想知道答案，锁定明晚的我爱黑衣四会。大明星的新年新希望，粉骨怪哦！希望我新的一年可以排练顺畅，排练顺畅，对，无劳累无辛苦，自动瘦。我希望我可以学鼓，因为我最近有在学。现在这样子，好可能。等等，我们可以重录吗？我们三个好没有气。我想要学一些，要学钢琴啊，想要学古筝。精彩内容请锁定明晚10点。